八字即有人身乙卯丙戌大运是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。天后王菲在娱乐圈一直是一种超然的存在，她的地位不仅是因为唱功了得，个性独特，还有一种超然物外的感觉。有人说她前夫窦唯有仙气，而她是有神气。这个八字除了时辰存疑外，其他都是正确。即使不是王菲的八字，也是某个大富大贵之人。从年干己土开始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一路有流转有情，月入官印相生，早岁成名。七杀一位，正印一位，世上好命造，印寿通根，逢财则发，时逢财库，运至财祥，必主发福。从他的八字看，晚年还有很大的财富，年月日时相生，说明世代家业相承，年主世财生杀，祖父有权势，父亲的祖父的之力，他又的父辈之力，子女又的他的庇护，日之满目是禄身。但是被申酉戌三会金局破了，因此一生感情不顺。申月之引，一是用食伤治杀，二是用引来通关，即喜火和水。1989年己巳年，巳火喜用到位，巳年出道。1992年壬申年，官印相生成名。1996年丙子年，地支生子合动官星，子卯相刑行动夫宫，其实也是化金生水又活木，解了地支金木战。此年与窦唯结婚。1999年己卯年，夫宫又现，此年离婚。2000年庚辰年，天干乙庚合，地支卯辰穿，此年与谢霆锋的恋情公开，两年相恋的流年很好，因此后面情缘不断。2002壬午年，2003癸未年，印泄官杀，地支火克金，感情上分分合合。2004年甲申年，2005年乙酉年，日支卯木被冲克，与李亚鹏在一起，但是卯木明显被冲坏，暗示感情不顺。2009年到2018年走丙子伤官大运，不利感情，对男人的要求多，多情商，这不大运。与李亚鹏离婚，又和谢霆锋。2019到2028年走丁丑大运，食伤混杂，对官杀不利，这不大运。感情还有变化，例如2020庚子年，天干乙庚合，